十方菩萨以文明故，皆正此离生之法，并得陀罗尼。陀罗尼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意思叫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下面同我哋讲，总持前面有解释，陀罗尼有四，一法陀罗尼，于佛之教法，闻持不忘。那个人听到佛法之后，他能记住，他不会忘记。我们讲记性好好，这个在佛法修学里头是第一种陀罗尼。第二种咒陀罗尼，括弧里头有解释，咒陀罗尼有五个名，根据悲藏记的意思，这五个名第一个叫陀罗尼，咒亦叫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咒，第二个名，名就是陀罗尼，就是总持。第三种称咒，咒亦是总持。第四个叫密语，密语就是咒语，冇解释的，就叫你念。最后一个叫真言，密众亦叫真言众，真言就是密语，就是咒，就是陀罗尼，佢有五个名，同一件事，下面讲陀罗尼者，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。不是佛口讲的，是佛放光，光中有音声。光中所讲，是故陀罗尼与明，其义不二。明是放光，陀罗尼是从光中讲出来的，所以光和陀罗尼意思相同。似陀罗尼人，就是我们一般讲持咒，能发神通，除灾患，与此方咒禁法相似，故曰咒。中国古时候亦有咒，咒亦有小神通，但佢唔系明心见性，嗰种神通属于修得嘅。佛教里面嘅神通唔系修得嘅，系证得嘅。你开悟之后就有神通，神通是跟住嚟的。凡夫二乘不能智，
声闻缘觉亦唔知道，呢种叫物语。真言者，如来之言，真实无虚，故曰真言。呢一段讲嘅五种名字嘅意思讲出嚟啦。下面仲有四引陀罗尼。于法之实上安住，谓之忍。此忍名为忍陀罗尼，心安住喺实上，实上无相，实上无不相。在经典里面讲的实相，实相虽然未完全了解，你相信，你不怀疑。这叫忍。持忍名为忍陀罗尼，十方文明大事皆得如上陀罗尼，安住于诸法实相，故云获陀罗尼愿。呢一愿，初发心的菩萨亦能正德，菩萨十方世界初发心的菩萨，有缘听到名号，可见得听到名号功德殊胜，不可思议。但是有没有缘分听到，还是归于好像《弥陀经》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那些菩萨并没有发心生极乐世界，只是听到佛讲，不是佛没人讲。佛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佛为大家介绍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他得的殊胜利益，如果他发心求往生，一啲都唔难。呢句系讲一类冇发心求往生，冇呢个心，亦得佛加持。弥陀慈悲，无微不至啊！好清楚了。我们对佛要感恩。再看下面第四十七愿，文明得忍愿，清净欢喜。这句都同前面问我
明者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行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忍。经文汇集的就到这里，此愿是第47愿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第47，文明得忍愿，清净者无染无着之本然。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在这部经度讲得非常多。念老汇集众经来解释，亦引用得非常多。什么叫清净？无染无着，染是影响，着是执着，比染更严重。虽染无执着，咁轻，呢啲都系过失，都系唔善业，算系恶业。染轻，着罪就重。咁清净呢？冇染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冇被染污。冇执着就是冇摆喺心度，咁就是真心。清净心是真心，本来就清净，无染无着是它的本相、真相、实相。欢喜者，色欲在心，寂灭为乐也。那种境界对我们来讲有一定的难度。为什么？我们没办法理解，从来都没过。这种至少是阿罗汉的境界，辟支佛的境界，菩萨懂，菩萨知道，平等者浅言之，则为离诸高下，那些相对的没了，没有高下，没有深浅，没有大细，没有亲疏，没有自如，没有迷悟，种种差别。这个差别太多了，略举几个例子。那就是什么呢？不分别了。不分别就平等，有分别就不平等。
好似呢度引用嘅高下唔平等，浅深唔平等，大细唔平等，去边度揾平等？清净欢喜先得平等，我哋欢喜唔系清净，系厌恶。所以平等心得唔到，平等比清净高，清净平等觉被写喺经题上。这个经题有受印，有正果，有因果。清净平等觉是印，我们修净土真正能得受用是清净心现前，得小受用；平等心现前得大受用。清净心现前，生凡圣同居土；平等心现前，生方便有余土。觉觉而不迷，生实报庄严土。唔同嘅。这个是讲我们自己修行，靠自己的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清净难，不容易得到。怎么得清净？眼见识，无论你喜欢定是讨厌，都被厌恶了。就不清净。从厌恶变成执着，那就更严重了。你将它都当真的。唔知佢哋都系假相，我哋一般念佛人点解唔会往生？清净平等觉冇现前，但系呢个法门喺呢度仲唔系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系乜嘢？系信。信愿行，平等觉是我们修行功夫，信愿行是往生的条件。需不需要清净平等觉呢？如果你读到清净平等觉，那就太好了。你唔单止往生，你往生品位好高，咁好难，唔系一般人一生中能得到嘅。但系信愿行唔难，信愿行完全从事相上讲嘅。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我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
凭乜嘢？一定有个凭据，凭佛唔妄语，佛唔呃人。你要真正相信，丝毫怀疑都冇。佛圣人君子边有呃人嘅道理噶？信心从呢度产生嘅，坚定不移，绝对冇怀疑。从信心生起愿心，愿心系乜嘢？我愿生净土。我听到呢段经文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咁美好、咁殊胜，我好想往生，我真想往生，咁系愿。能唔能往生喺信愿之有无？你嘅心唔清净、唔平等，冇所谓。你真信真愿，下面就系念佛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咁就系世尊系经常教我哋嘅。藕益大师将佢讲得仲简单，四个字，你睇，真信切愿，一向专念，八个字。藕益大师讲成四个字，越简单越好。嗰四个字系乜嘢？信、愿、持名。持名就系念佛，嗰句佛号唔好间断，将佢保持住，念念相续。一念跟住一念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就绝对得生。这两日谢总在我们这里，我们见面很高兴，他父亲上个月往生，真往生，同大家做正传，岁上稀有，平时冇念佛，亦冇愿，亦冇行，佢急啦，咁唔往生就又搞六道轮回啦。一生虽然行善，最多生天道。咁唔系办法。生极乐世界先功德圆满。喺呢个时候点好？断气前两个钟头，他最后一次劝他爸爸，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不信？他爸爸岌头没有反对，平时跟他讲他都摇头，他不愿意去。你愿不愿意去？岌头。真有阿弥陀佛？岌头。那就好做了。所以他就说，我念阿弥陀佛，你跟着我一起念好不好？他就带着他爸爸念佛。
念咗两个钟头走啦，全身柔软，比在生嘅时候仲柔软。当时在场见到嘅，我听讲有千几人嚟帮佢助念送往生，瑞相稀有。有人见光见莲花，闻到异香，确实不可思议。所以念佛重要，唔念佛唔得。念佛嘅功夫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念到清净心，唔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心就清净啦。无论见到乜嘢，中唔中意，都唔注意，都唔摆喺心度，掌握住一个总嘅，前面讲嘅总持法门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唔受佢干扰。我在见的色相上没有喜欢，没有怨恨，平等观。为什么？都是假相。喜欢的是假相，讨厌的亦是假相，不要再分别，唔好再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呢种叫念佛人，你真嘅能守定，守个两三年，自自然然得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系得清净心。清净心现前啦，我哋再睇进言之，进一步嚟讲，则真如周遍，万法一如，呢个意思深啦。真如就系真心。真是真心，如是讲一切法，真心能现万法，万法就是如，万法如其真心，在哪里？周遍法界。真正是万法一如，一就是一心，如如其性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相是一不是二，性当体即空，万法了不可得。刹那生灭了不可得，所以不摆在心度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。摆在心度就错了，
唔可以摆喺心度。下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一二三，三二一。佛同众生都属于万法，万法是心现的，心能生能现，佛众生是所生所现，佛是觉悟的众生，众生是迷惑的佛，心佛是一，佛同众生是一，不是二，三无差别。往生论注曰：平等是诸法体相，呢句话讲得好，一切法体平等，相平等，体是真心，能生能现，相是假相，所生所现。又若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身者，如上种种身业系薄，皆得解脱，入如来家，不竟得平等身业。这句话讲得好，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，几时见到？在这个世间定中见到，梦中见到，还有感应见到，似梦非梦，感应见到。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，上面讲的身业，做的业，身业，杀生、偷盗、淫欲，身三业，这三业的系薄都得解脱。入如来家，不竟得平等口业。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，若闻阿弥陀如来平等意业，意业是贪嗔痴，是等众生遇上种种意业系薄，皆得解脱，入如来家，不竟得平等意业，不竟得平等意业。只要入如来家，这个入如来家就是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，破烦恼、消业障的理论依据就这几句。这几句
是谭莲大师在《往生论注解》里头讲的。毕竟平等身业得到了，毕竟平等口业毕竟平等意业通通能得解脱。这段文讲十方大事，十方世界那些菩萨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下面讲他为十方大事若于阿弥陀如来倒相，你见到阿弥陀佛的相文明，前面是眼见，这里是耳闻，或者是见光，或者是知意，知道佛的意思，皆入如来之室，以文明故得毕竟平等之业，如此愿之闻我名者，正离生化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全然一味。完全一个意思。以文明故得住平等法众，无有一法不是阿弥陀佛，即住于诸法实相也。我哋而家将住平等法，用这个弥陀名号，我们住弥陀名号，咁心里头有住，心里头真有，绝对往生，咁重要啊！心里头绝对唔住其他嘢，一切法都唔住，只住阿弥陀佛。学海贤老和尚，海贤海庆老德和尚都用呢个方法，一生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。这一点我们要懂啊。下面
念老举汉译里面一段文字，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。这个是汉译的经题。故知十方大事，问法名号，自心信拗，这四个字重要。自心是真心，真诚到极处，相信无丝毫怀疑，爱好、喜欢，信是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拗是求生极乐世界。这四个字就是菩提心。自心信拗就是发大菩提心。底下讲以平等心念平等觉，如是安住，亦是得平等住之意也。讲得好啊！得平等住，法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，我们中门讲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在净土中叫理一心不乱，得平等住，理一心不乱。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，即是法界全体，即是诸法平等体性。这几句话讲得太好了，字字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。我们普通人有几个会知道？中门讲诸法实相，这句佛号就是了。学念这句佛号容易啊，观诸法实相好难啊。难行道易行道，从这里就看清楚了。所以这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。华严要修法界观，你看这个法门和华严一比，简单容易啊。我们念这句佛号，华严在里头，禅宗在里头，密宗亦在里头，教下戒律都在里头，
全啦，所以讲法界全体，即是诸法平等体性。呢句佛号是诸法平等的体性，咁仲得了咩？真正不可思议，但能念念相续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故曰得平等住。咁边个能做到？我咁一提，大家都知道，海贤老和尚做到啦。如是心行，是菩萨行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。普为众生真实之理，故曰修菩萨行。最后那段文劝我们念佛，实在太好了。将念佛法门讲尽了，讲到究竟，讲到圆满，我哋自己要认真修行，要修清净平等过，鼓励我哋往生上品上生。根基要扎得坚固，要扎得牢。坚固是乜嘢根基？信、愿、持、名，往上提升。就是修菩萨行，得平等住。身行言教，辗转教授，同归极乐。普为众生真实之理，故曰修菩萨行。如是修行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之功德根本，故云具足德本。好似阿弥陀佛真正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这里跟我们讲，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的功德根本，具足德本。如会所曰，一
菩萨六道，一切功德之本，故名德本。二，选择摄取果号，能流出六道万行，为众德本源。括弧里头特别同我哋注明，此乃以持佛号为德本，故名德本。佛号比六道万行方便多了。这句佛号真能具足吗？真能。你看六波罗蜜布施，我们自己修信愿持名，名号功德无量无边，成就自己的无量功德，身行言教，那是布施无量功德了。持戒它是道共戒，比定共戒更高更圆满。又何况我们城中同学行门五门功课是我们的戒律，正业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、普贤十愿，持戒圆满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奋受忍辱波罗蜜啊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精进波罗蜜。一句佛号永远不拐弯，禅定波罗蜜，定位都在里头，所以确确实实是一切功德之本。菩萨圆满的六道，我们现在选择佛号，从佛号中流出六道万行，为众德本源。同一半具足六道万行的菩萨，无二无别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